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八里庄北里东社区自3月22日起升级为中风险地区，近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。经市疾控中心评估，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，该地区自2022年4月5日起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